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闻。一年一度的东势国际红菜头节进入第三届，自福建超过2万人来体验采收的趣味，当中也展出红菜头相关产品和农机农具，希望来推广在地上好的农产品，也让大小朋友学习食农教育。一年一度东势乡的国际红菜头节已经举办第三年了。今年第三月初二这天盛大举办，吸引超过2万人来到东势乡，也让大小朋友做伙享受采收红菜头的趣味，场面是非常的热烈。就是云林人，对，然后就想说有国际萝卜节，就想说来看看，然后没有想到拔萝卜这么有趣啊，因为第一次来所以没有带工具，这是第一次体验，带小孩回来体验，对，然后回来拔那个有彩色的胡萝卜这样子。今年的主题是农机，因为农机对农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很感谢的 Osada 他们，日本的 Osada 他们可以来帮助台湾整个采收作业会更顺利。东势乡的土壤、气候拢非常适合栽种红菜头，产量嘛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透过在地业者团队的用心，推广在地优质的农产品，后来参加的民众会当更加熟悉红菜头，嘛成为营销的模范。啊，咱全省各地啊，拢知影讲，咱东势乡所生产出来红菜头啊，汁的优质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嘛欢迎咱全省各地哈啊，拢会当来参加这次啊第三届红菜头啊。诶，那个红萝卜节哈，这个王总率领团队的用心，对农业的信心哈，然后这样的一个专注，所以可以创造更大的这个我们台湾农业产值以及相关的效益，而且他自己产品也在这个星宇航空厂的航空，就是在天上也有，在地上也有哈。这边活动也有农机具来示范采收红菜头，希望会当解决婚姻观欠工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借着企业跟农民的稳定合作，让更多青年愿意返乡打拼，创造农业的新商机。那这样子一个模范的经营方式哦，也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年轻人哦返乡，可以从事农业，然后用农业呢能够赚到钱，而且可以打响名号。那因为云林县现在的这个农民呢高龄化、少子化，甚至呢我们在整个缺工的同时呢能够有更好的机械来帮助我们采收了哈社长哈能够去研发一台哈这样的一个采收机，让我们省时省力省工，我想这也是帮助我们农业在未来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今年国际红菜头节不只是推广在地上好的红菜头，也让大小朋友做伙享受采收的趣味，成为企业跟农民合作上好的模范，也为东势乡创造农业全新的商机。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